不是，奔到床上，右边这一块，这一块板是可以翘起来的，可以看到这样。我们建议是从这个地方，用比较薄的小刀或者是硬一点的东西，可能会对这个外观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破坏，往这个用力插进去。 可以翘起来，轻轻的，这个地方再翘起来，翘起来之后，为了排这个墨盒上面的一些空气，就是用力挤挤到这个墨可以均匀的从喷头这里出来，像这个这种情况，还要继续挤，一直挤挤到这个墨均匀的出来的时候，这样出现比较均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可以把这个再盖回去。 放机上面就可以，就可以把这个喷头这边空气挤出来。